25号左右吧。从那回来，你们回回，是准备回回盘的。准备回武汉。我刚过三天。早晚回来的时候准备回武汉，发现不舒服。说是有点咳嗽。但就是这个酒店不让住，没人不会住。先先我们在这个翻一下这个地方，把我们赶出来了，赶出来到底找位置？找不到位置，找不到位置又找了一个人嘛，又住不了两天，就在待着。是大堂他们都会按时送过来。那是送过来。就是不怎么享受，就是您的在这里的基本的这个可以上厕所啊、洗牙那些都可以自理，洗洗牙自己也都可以，反正人动很起来，而且这都不能走动，不能走动，不让走动，走动保持体力，对，保持体力，但是刚开始，这是保持体力，还有就是怕这个交叉，就是我们还是要减少他们之间的接触，明白，我们每天早上就这里这点范围之内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准备初一就走的。准备25号回去的。回去的昏迷的，我就有一点点轻微的发烧，37度。那还好，您没回去。我就说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传染源，因为呢，要不然这车上嘛，人家感染了。对。你们家其他三个也在这里住院吗？都在这里。在这边隔离，是不是在示范医院隔离？好。二楼。所以你们全家都在这里，隔除了隔离的那三个不在。就也经常打电话联系，彼此知道情况。对，最后加油吧。加油。早日回去。到我家，到了。到了应该是26号吧，我住在宾馆里，是去的时候过来量一下体温，那时候发现体温有点高。最后叫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因为当时也是抽血嘛，他说也是正常的，就说后面让我住在宾馆先自己隔离一下，隔离了住了两天，住了应该是真的住了一晚上，晚上就开始很冷很胃，所以说第二天社区过来了，就把我带到那医院里去了，刚开始也很害怕的。确实很害怕。后来他们医生护士都挺好的，后来让我们不用太担心。